家喜欢我们的话，就去帮我们点个赞，留个言。我们叫做沙发干乐团 SAVAKAN。如果待会有找不到的，那我们表演完，你们可以来找我们问，然后就是一起聊个天，对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慢歌，那因为我们回来了，所以写了这首歌叫做《回乡》。为什么说我们回来了？是因为我们读大学，然后就离开台东，很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啊，就只是离开台东而已。然后就回来，然后很有感触，就写了这首歌叫《回乡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，谢谢大家。